因为现在刚好毕业了，毕业了之后，然后未来就一片茫然，想说要多赚点钱，时间不够，事情太多，我好像没有办法准时做完。我刚踏入职场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切很美好，可是当你真的面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会遇到很多是你想不到的事情。大吃大喝玩游戏，对啊，出来走走，逛大街，走路散散步的，就有时候去打打篮球吧，或者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尽自己所能做的，我然后为他做，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吧，多注意到一些小地方，然后主动去帮忙。